林超子的秘密之小林厨房。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林超子的 vlog 时间，对，这是我的正式版的第一个 vlog， 对。然后今天要去干嘛呢？先卖个小关子吧，等会你们就知道了我要去哪里。噔噔噔噔，菜市。菜市场，对，就是平常这个地方呢，我也真的是不来的啊。但是今天呢，林老师要当一回居家暖男，对，就是来自己买菜，然后回家做饭。因为今天我邀请了三位大来宾来我家做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去要买菜了。之前的那些什么纪录片里面大家看到的说林超泽会脱单炒房的那些人，你们可以改口了。我现在升级为小林厨房，对，就是我的厨房私房菜，对，我的小林私房菜真的很厉害，等我回家做完也能吃到。彩椒有吗？有，红的还是？我要红的跟绿的。红的绿的黄的都要吧。我也看不懂怎么挑，反正就拿一个了。老板，我豆腐应该去哪里买？哦，很不专业，很不专业。鸡翅，牛肉在哪里？你要买多少？要一点点。一点点是多少？我也没买过。你要买多少？一盘的量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哎，才买到我看，压力有点大。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不客气。买菜的乐趣就是跟他砍价。二十四啊，二十四，你给我打个折吧。我们已经帮你打过折了。打过折了吗？好吧，那你送我把小葱，谢谢。江江，满载而归。可以练二头，对，可以练二头。就是莫名其妙，今天买菜居然买了这么多东西，家里是有多缺 ？OK， 那我们走吧，回家吧。嘿，我到家了。接下来的小林厨房要开张了，就是我今天做成了一个美食节目。首先呢，为了调试一个良好的环境呢，我做饭一般都会放歌。首先呢，我们要做的是先煮饭。今天要煮泡饭，哎，我算了几个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我请了三个嘉宾来，那四个人要吃多大的量？四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大胃王，那我就煮多点吧，煮多点还能留着蛋炒饭，对。二、三，够了吧？够了吧？我也不知道啊，够了啊，先三，应该够了，放进去。我跟你说，这个家里面的这些锅碗瓢盆啊，其实都是金朵他妈带来的。因为我们只是，就比如说我这种人，是出去逛街看到好看的碗或者盘子，我会买一下，但是我不会买这么多东西来。但这些有的没的，全是金朵他妈，金朵他妈妈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对。哎，先把插头，插头插上。仿佛像是不是自己家。等一下，我看一下。功能选择，米饭，开始。开始了，好了。好了，那我现在准备我的食材了。我觉得我即将要变成一个美食博主，就是在烹饪这件事情上一去不复返。
我真的流眼泪。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他真的会流眼泪，洋葱。学名叫做维护，对，维护。他呢是江苏左的妈妈带过来的，于是呢家里只有这一套，不穿也得穿，所以穿上给你们看一下。噔噔噔噔 ，Hello Kitty， 就很莫名。加入水，没有水了。呀呀哟。哟，来，呀，哟，走啊！好热哦，我天！我终于体会妈妈的辛劳了，我妈真的很辛苦，各位的妈妈真的。